现在我们刚建的这个第一条六松南松是减少了30块钱的成本，我们马吉米村来说，这个荞麦河的长谷可以说是占了1/2。最远的地方背下来一趟，也就是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。主要是这个路也不好走，总共是7条，现在是修了第一条。修完了这7条以后，对老百姓的好处是很多的，收益到了差不多2000多亩的草谷地，一年能省下来这个2到30万。平均这个人均来说，就是每年就是增收2到3千块钱左右。比起以前还是方便了嘛，因为背下来落在这边，现在卖草谷嘛可以在那个沟沟里面卖了。去年我们卖草谷的时候只能在桥头，这就是太好了。老百姓都是很投入，很高兴，买家买户突然人，大家都是不再等靠，很有团结性的，这样行动起来的。这一次我们修第一条流水的时候，我们这边就修几个人，以后再修还是6条的时候，有经验的就会带没有经验的，手拉手一下，就是互帮互助，互相帮助。卫生道，还有一条道路，道路就是1.5公里，还有一条产业路，产业路就是3.1公里。如果说没有这堵墙的话，道路产业路各种各样的线路是很难实现的。现在我们老百姓都是有了这个桥以后，生活方面也好，各种各样变化呢也比较快。以前我们主要是靠六松，生活方面来说也是比较艰苦的。就是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了嘛，有些时候的一个星期还吃不上一顿米饭，喝点玉米粥啊。但是现在呢，各种各样都是变化的还是比较大的。古藏大妈中年贵是妈中，古藏大妈中年贵是妈中，古藏大八仙不合意。共产党也怪得就是我，一帮子的电杀加个刮胡忙，一走过的奶奶你莫去刮胡，一下把人过身来红色纸包买的高富狗。